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世阳老师，很开心呢，来我们的清流部落呢，来担任我们部落青旅行的这个导览老师。那清流部落、中原部落还有梅园部落呢，都非常的好玩。那很开心呢，推荐大家有空呢都过来走一走。那我们这边呢有纯正的赛德克的风情哦，有非常棒的这个文化底蕴。然后，人都很非常的热情哦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Demi，我来自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。我们这里有好山好水，风景优美。在此我们清流部落有农特产是三酸，第一个是梅子，第二个是柠檬，第三个是杨梅。希望大家有空来部落走走一走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我叫瓦里斯，志祥哈，欢迎大家来我们部落玩，我们部落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，晚上还可以带小孩子，还有一起来抓虾子，还有抓鱼之类的。部落里面呢有很多可以导览的，川中岛，还有最远的呢，还有到惠森林场那边，也可以带亲子一起去烤肉。夏天呢，白天呢还可以去烤肉，一起戏水之类的。我们部落里面也很多夜生活，打猎或者是狩猎，甚至于织布之类的。欢迎哦，大家一起过来哦！哦，好。马都那么干嘛？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阿朗古勒班的部落旅行。我的名字，上帝名字叫瓦干达的。我们这边的好玩的地方是旁边有太阳度假村，上面是惠森林场，还有你们来到金牛部落的时候，就会感到很多水田在种稻，还有一生纪念馆，晚上旁边在很多露营区，还可以吸水，然后晚上可以去看萤火虫，再来萤火晚会。我希望这带着团队，你们喜欢的话，下次再来找我，电话是在这里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翠玉，我住中原部落。中原部落这边大概三月底的时候有那个采梅季，然后大概十二月底到1月中的时候是有梅花季。其实中原部落、梅园部落、清流部落三村都有梅花可以看，到时候就是这个季节，大概2周到3周。那在北港这个导览这一条线规划都会到部落去，游客的话大概知道打彭加梅园、大概袁加梅园还有高加梅园。大概大家都会知道这三家梅园，大家都可以时间到了都可以过来赏梅。然后再沿接到我们这三条线部落都有，哎，完毕嘞！哎，我不知道，等一下，要重新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学员刘梅凤，时间好快哦，快结束了，2个半月的时间，大家有缘一起上课，一起快乐的学习。感谢每个老师认真的教学，我们的课程是原乡部落青旅行及观光导览培训班。希望我们要为部落加油，要更爱我们的部落，然后让游客、外地进来的游客呢络绎不绝。然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山村部落，
我们现在山村部落，大家也近期都是在有开那个民宿或者露营区，大家都可以上网查。然后一直到沿街到北港西的话，那边有一个古迹叫糯米桥，大家从那个国姓江下来就会经过，就会看得到。啊，可以稍微停一下啊，再进来我们这山村部落这样子。到清流部落之后，就可以介绍那个余生纪念馆。然后再往中原部落的话，就刚讲的梅花祭跟采梅祭，到时候都会办活动这样子，大家都可以来参与。大概就是，然后再延续到梅园部落的话，再进去就有一个惠孙林场这样子。那这一条线大概的路线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愉快，谢谢。我是江丽华，我住在明月巷20号，我家就在旁边的那一边。这边好山好水哦，很棒的，可以来走一趟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云，希望过年节平安健康，拜拜，好运。我是谁？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来，哇，都是来上课。Okay。 大家好。我们这个在上课这里比较好，然后我们老师对我们那么好，我们在这上课很快乐，大家一起上课，大家一起玩，大家都同学在这里快乐这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邱红柱，中原部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刘春琴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资讯了啊，当然刚开始很期待了，当然也很高兴说现在可以跟各位学员一同毕业了。我希望如果有兴趣来到我们部落的，可以过来看一看。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很多风景区的哦，还有一些纪念的。好，你们不要在外面看到。好，这可以吗？可以。又要结束了。开始啊！大家好，我叫郭佳瑜。然后中秋节在后面去跳吗？中秋节快到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个是我的表舅，哎，他怎么跑了？欢迎大家来清流部落玩哦，谢谢。